接下来这边呢，已经累积了14分钟，随时会叫，那我趁机来录影。那其实你会发现说，它在加热过程当中呢，它现在慢慢在降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它已经停下来了，它已经停下来，就是说它其实它会有两个，一个是加热，一个是那个。好，那现在那个已经时间到的话。它会慢慢降温，哦，其实它是一个波段的，它不是一个稳定在1.05个大气压，它是一个波段的移动哦。那个其实这样慢慢观察，因为它现在时间到会停，不然其实它过程当中它会有个继电器会启动跟停止，所以会听到说它会有那个声音，然后这边的话会慢慢从1.05到1.2，然后1.2就降到1.05，所以这其实是实作上才会看到的事情哦，蛮有趣的。